再看到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在洪家军与大力光助阵下，台股一度站上九千六百点，大力光也再创历史新高，来到四千六百三十元。洪家军中，红海上涨超过百分之一，叶成汉、讯息都上涨百分之三以上，群创也上涨百分之一点五。